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输命。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惊，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现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一个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第二这个单元，来咱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请的这个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咱这个节目是每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下晡是两点啊，到四点。由阮由小弟阿宏成坤，甲咱网友共同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咱来看一个政治新闻吼。李处临时会新服务，这个民进党的吼，这个。郭建明伊讲吼，绝对费心啦。那么绝对费心就是讲浪费啦。哦，来，咱来看内容吼。这个顶个月立法院的这个临时会，调查立委无少形象，上演到全武打。二次的这个临时会，又搁将审查服务协议，民进党立。因为这个东边郭建明发出的通牒，如果国民党敢包裹来表决，这次吼的这个会议将会非常的这个费心啊。那么而且是史上最严重的这个冲突了，哦，在野党无少意见啊，啊那安尼先。人家说，啊，就拿枪啊，不然拿刀啊，对不对？不然才会浪费啊，是不是这样？啊，在野党无少意见啊，哦，我看就要安尼啦。那么要爱国民党，哦，卖一意孤行啦，哦，这个监督施政采极力的这个方式，看在民众眼内，却。无安怎的这个领情就对，调查立委，一、两、三，一、两、三，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你杀啦，我亏啦，吼、哦，调查立委演出，吼 QQ 六六的这个戏码啊，六月底的这个临时会讨论政琐碎，啊个。
服务协议。民进党上前啊个背壳，就是讲民进党吼，要甲进前同款啊，哦，没完没了就对了，哦。那么激烈的这个集体冲突才结束。民进党的孙阿娘入院，东边又阁有预告啊啦，哦，民进党立委郭建明。第二次临时会绝对是非常的这个费心，可能是思想冲突上界悬哦，啊这吼、哦，这可能咧恐吓啦啦哦。那么假使讲你敢包裹来表决吼，阮伫遮吼先预告就对了哦，绝对是会造成立法院真严重的这个冲突的啊。可能因为是要拿扫刀的款，吼，规气安尼，立法院吼，啊，扫刀拿来的时阵安尼，不满吼，啊，就甲扫扫的，哦，一个啊一个啊吼，伊个，迄个灰吼，安浸浸流的，吼吼。那么一再的时阵安尼强调，如果国民党吼敢包括表决啊，就抗争大队了，吼，心扎两岸。服务协议，立法院预计7月29日展开二次临时会议，吼、哦，啊来随调啊，啊来审阅的。不过，这个会吼，啊拢还未开，民进党就先放这个声，放声头了，吼、哦。这个立院闹哄哄，场景可能会加码哦，加码。民众在讲啊，台湾社会的这个人民看到这样的这个画面吼，就感觉讲，咱社会啊是不是足乱的就对了哦？安怎政党的这个所在，拢是吵吵闹闹，而且挂这个画面呢？哦。民众在讲啦，到底倒一个民众？哦，这是记者凊彩讲的款，拢提予民众就对了。那么民众啊，伊讲民众在讲啦，哦，当然无实际这个帮助啦，又搁浪费国民的这个公帑，加开遮的这个会议啦，哦，民众抱怨啦，是真的啦，出头真多，哦。那么为政策税甲服务，甲服务协议，国会殿堂的这个临时会，啊，愈开啊是愈多就对了，吼、哦。那么监督政府施政，知影党无少劳费来奋战，但是看在民众伊的这个眼内，吼、哦，敢那。不以为然就对了，哦，啊，这都四辈，大会拢嘛呢，哦，你家想，立法院啊，哦，甚至的时阵呢，拍啦，占的时阵呢，主席台啦，等等呢，哦，都无的时阵呢，真真正正要为人民啊来争取福利呢，啊，卡袂到就拍，对不对啦？啊，像这种的社会国家。免来平静啦，你讲对唔对？好嘞，有关下一个临时会照常对咱这个审查服务啊，甲会算啊正所税，吼、哦，民进党的吼、哦，这个党鞭啦，吼、哦，都伫咧呛声啦，吼、哦，那是讲会算啊，呢要包括啊来表决吼。哦我看没完没了了，就对了。哦，甚至哦，恁大家试看麦啊。哦，恁哦，每一个立法委员哦，可能哦，肺会浸浸流哦。我咧讲，哦，后来咱就讲到这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